只有好吃的东西才会复购。哇，好大呀！切一个尝尝啊，吃一块尝尝还是不是那么甜？嗯，还是那么甜，又脆又甜。真正的新疆哈密瓜，这是火焰山地区生产的哈密瓜。这是我第二次复购了，在这边买水果都是很贵的，尤其这种哈密瓜，好吃的东西会更贵，所以在网上买更便宜，而且卖的瓜呢还涨价了5块钱，5块钱一斤的瓜一点都不甜，这个很好吃。我去过新疆火焰山，那里真的很热很热的，不愧是火焰山，那边产的瓜呢也非常甜，推荐给朋友们。